智慧，请大家拿出你想要做的事情来告诉我们的市民，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实在，而且我想市民也不太想要再一些事。那不过徐小新有说陈时中流失的周年票呢都跑到您这里来，会不会觉得说最近的选情都比较民众比较热情？各位，比赛还没有开始，每天在那边算票要干什么的？所以现在好像蓝绿都在攻柯市长的市政，然后就是好像不要冷处理，避免就是声势继续上去。市政本来就是大家可受公平，所以只要是做得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称赞；做得不好的，本来就应该监督。所以这八年，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看到不同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什么，我们都是经得，我就是面对考验。如果有问题，该修正就修正。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只是慢。无谓的攻击，我觉得市民也会看在眼里，所以我们还是拿出真本事，大家一起接受检验，我觉得这样比较实在，而不是每天还在说一些，我觉得真的有问题就请你拿出具体的指数来，那我讲该改进的我们还是会改进，但是没有的话，我觉得口水战真的没必要。不过昨天郝龙斌有说，就是柯文哲的政绩会影响到您的支持度，会成为您的负担，您怎么看？我谢谢郝市长，他不是很肯定我吗？怎么现在又变成另外一种话？每一天每个人都可以讲很多的话，但是我们不用特别去回应他们，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市民有自己的判断，对，相信市民的智慧吧。那他不怎么看，就是说现没有，只是因为昨天是7月1号，所以这个时间都会有一些感触。那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应该看看怎么样珍惜台湾现在的民主生活的方式。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应该互，我们有这么好的民主的环境，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珍惜。那好，怎么看？就是说现在民进党还在